墙的东西，看起来也蛮恐怖的。那或许今天也可以讲说，比如说你们在这个寒假中，在特别观察声音的时候，到目前为止对于声音有什么样子不同的想象或感知这样子，就自己和对于声音这个词的一个连接，还有自己和声音的关系。先从身体暖身开始，先观察你的肺部，怎么样让它伸展延展，然后每次把呼吸继续运到全身，
动，呼应他的音色，或者是做反差。来做分享的刘芳怡，就是会想要跟就带大家做的一个技术，就是做一个风鸣片麦克风，就是只是学制作的这个技术，能够实际用。风鸣片麦克风，然后来，做，你可以来做一小段即兴演奏，对，然后来听一下，透过这个方式去产生出来的声音。前端这个，它是会把它接触到的震动转化成一个比较小的电流，或者是我们说讯号，把它送到那个 mixer 去，它会产生一个电流过去，然后你从 mixer 这边再把它拗出来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声音。对，首先就是说，先把 piezo 部分分接两条电线，然后再用另外一条mono 线去跟这两条再接起来。收频率的反应，来，稍微让它烫到电线。然后那层可以，其实你可以一直包到上面的这个。好像有粘起来，有。对，我觉得轮流算是比较好，整就好，不要包太厚。防风麦克风套防风罩。对。打开。OK， 可以把它贴附到，可以把那个声音做共振的一个物体上面去，就可以把那个声音再扩大。那这样那两个线，它就比较不会扯到什么的。这个，这就是 OK 的。啊，把这个放进去，这个，那你对的。那应该是哪组？我现在会在这张桌子上面试声音。小的声音，作为一个中介去传出来的声音。你只要移动一下，它声音就完全不一样。
大家再来，如果说要继续玩这一类的方式的话，也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演奏的工具，再加上物件的组合，它其实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变化。嗯，